王Yijun。好，今天来这个礼品商店呢，是要给粉丝们选三个礼物。这个可以。哎，这个应该不算礼物吧？我真的很不擅长选择东西，尤其是礼物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什么？OK， 选择第一个礼物是这个，一张扣，小学生礼物。希望你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，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希望你每天开心，快乐成长，加油。王Yijun。这个是选的第二个礼物，一个捕梦网，希望你做一个好梦吧。最重要的还是要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。噔噔噔噔。第三个选这个吧，这个是一个胆子，再送一个这个风筝，是白色、绿色、黄色、黄色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三个的礼物，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像小的时候一样快乐，赶走你的不幸运。